日夜照红心，兄弟贯群英。不要告诉我，只要关于四位党的事情，你应该可以解决的。乱七八糟，谁说我们不帮了呀？这是像普通人一样，吃饭、睡觉、工作，生活就是为了那三餐嘛。什么爸？爸在哪里吗？爸爸死了。我们怀疑可能跟四位党有关。真是窝囊，身体的毛都长了刺。怎么因爸爸名字倒下？真他妈的没有用！抓这些阿狗阿猫回来，有个屁用！就是为了莫奇被我解散。听我的话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你为了他们叫我什么？他们都叫我小兰啊！